好久没来这里了。那里啊，先买个早餐吧，哈、哦。是哦。那有水没用到，到四次都被取消。他连去玩一次都没有啊！玩一起就好了，我也是想说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对，谢谢。风就稍微有点侧和大，大没关系啊，不要太斜了，那就吃一吃再去吧，应该还好，不是吗？啊，没关系吧？对啊，所以比较没差。哦，这么早，现在可能现在几点？五点多。五点多。哦，摸黑钓鱼啊？哦，可以了，哎。这一颗啦，这一颗啦，哎、欸，到这边啦，啊，太远了啦，太远了是吧？五号风沟了哈，好久没来这里了，最近也没有看到这边有什么消息，还是要来试啦，你没来试还是不知道哈，对啊，五号风沟哈。消息出来的时候人就多了。对呀、啊。他这边只能硬拼啦、啊，就是不让这样子，因为他很会跑，那左窜右窜的，哇！你要是牵不住，他往右边窜的时候都是就，对啊，就是都漏中嘛哦。大哥、啊。大哥，哦，外面风很大，里面很小。对啊，还好啦，要我的逆风抛可以，但是不远而已啦，没人。那个在地的没那么困难，你都睡到晚晚才起来。可是没有放热水。啊，休息一下。你有热水都没有煤。啊，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排放热水冒烟吗？对啊，真的，如果有热水呢，就冒烟。今天没热水。啊，没热水这边就没有特别强势啦哈，因为它温水才会觉得这边很暖和哈。对啊。他、啊、那边才会留在那一带啊，这个就是报废的小灯塔。这边也是可以，这边也是可以站，但是今天风向不对。好、啊，这个哦，这个。浪有点大，这个点就比较危险。换那个地方还蛮好抛的。皇帝位，皇帝位啊！啊，那边叫二字，这是三字，就这个位，这个平台比较好。看看那风多大。风很
啊，咬了咬了，掉了，咬了一下。啊！走到前面来。好，让我去比。帮我扶一下，扶一下。啊，呱呱！还有一条线。啊！哎哎哎！还有通过它哎，被它扯断了，你看。哦，神奇啊！哦，不晓得瓜耶，我真正是安抛第一只瓜。啊，安抛第一只哦。没，那都没中啊，刚才扣了一下没中，然后又第二下。我也没中过哎。啊，你也没中过。哎、欸，他这一次已经被人家钓过一次了呢。哇，好爽啊！哦，竟然还有瓜哎，被中一次，对不对？带回家吃啊，我有冰箱啊。啊，这只好哎哈。你没吃过吧？这只我没吃过。不过听说不好吃。没什么那个是吧？他那个尾巴那个，你先给他拔掉。哦，你说那个、哦？对啊。等一下。好了。哎呀，那这个用米诺会不会更好呢？它其实，哦，我、哦、这边有钩子啊。对呀、啊，被中过一次。啊，勾到尾巴了，这是人家的钩子啊。哦。对呀、啊。都锈掉的这个啊。周哥暗抛第一只呱呱。呱呱，这是牛港还是呱呱？我不知道。这好漂亮哦，哈、哦。水哦，水哦。哇，好爽！本来想说是飞扁，然后跟着游进来。哦哦、有信心，有信心。这只宝特瓶，这只二十几哦，两差不多两只啊，哈、哦。这个瓜好像也是有时候都成群的哦。嗯。对呀、啊，可以玩玩看。我就拉到一半的时候，扣起，哎，没中。然后拉，快到岸边的时候，砰一声就下去了。那根棍子啊！对啊，本来在那根浪打过来，掉在那根棍子上哎、欸，还落了两根好像。那些铁板我送你好了啦，不要下去。太可怕了。哎呀，死了。先放了。不然等一下我带走。哇靠！越来越大。对啊，赚了。涨超了。裤子都湿了、啊。好了，收了哈，都湿掉了。啊，哎。那个是排热水的呀，啊，是不是？嗯，那就是看起来就不会冒烟了，啊，是不是？排水而已。排水哈，果然是没热水哈。哦，乖乖，跟你一样。跟我，我刚才在那边呢。我在那边种，我就在那里。啊，跟我也种一只哎。嗯。我又来钓飞扁。我也是啊，没有遇到啊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刚起来的嘞。刚起来。你有吃过这个吗？这个我没有嘞，我都钓什么是比较大牛港啊。哦。刚好有回来北部就来钓那个。它、啊、跟我那只差不多大哈、哦。好漂亮。第二只。嘿嘿。可是你这样不走也不行，它那个浪就不好钓了哈。哦你要吃什么？吃生鱼好不好？不要。不要。
断，可能拔不断。哦，像麦当劳那种一块一块的炸鸡块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做炸鱼块了。哦 ，OK， 炸鱼块是吗？可以吃大吗？大师哦，大师哦。那整只都炸鱼块吧，让你们吃得过 ，OK 的哈。爱吃的都是这样。爸爸算开鱼刀的，他有左右手，那爸爸是左手的，所以用的这是左手刃，刀子这样贴在那个骨头上，一直滑进去，哦，这边这样子，切肉，一直有点微压贴着骨头，他这样肉才会完整的被取下来。双面取的方式，好，这单面的。再来，小气，再来，再来，好。第二次来。撒饭在后面会撒不到啊，撒少两次。够吗？再
哥哥他们在上，好，再来哦。到底是怎么呼叫我都不知道的。开动了。